勇，艺名陈德厚，毕业于江苏省青年干部管理学院经济管理专业，陈正雷宗师首批入室弟子之一，陈氏太极拳第十二代传人，中国武术七段陈氏太极拳高级教练。1983年起任山东省武警总队泰安支队擒拿散打教练，1987年开始学习太极拳，师承中国当代十大武术名师陈氏十九式太极拳第十一代嫡宗传人陈正雷宗师，系统地学习陈氏太极拳老架、新架、推手、器械及理论，深得陈正雷宗师真传。他勤学苦练，精研传统文化经典，见悟太极之理，功夫纯正深厚。他从1990年开始传拳授艺，教授国内外学生万余名，在国际及国内太极拳比赛中，本人及学生获金、银、铜牌300余枚。他30余次出国讲学，学生遍及英国、美国、加拿大、土耳其等28个国家和地区，被国内外40余家武术太极拳组织聘为名誉会长、顾问、技术总监和客座教授，为弘扬民族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